来，我们把这个废弃车场稍微做一个那个摄影了哈。啊，毕竟真的要看到那么多车场的废弃的也不多了。哦，稍微摄影一下。啊，它是在那个乡间小路上，然后它是一个那个怎么样快速道路的附近。然后这个附近的环境呢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它还有这个土地公庙，很妙，这个地方其实，一般人应该平时不会来啦，哦，一般人，哦，很宁静，哦，土地公庙，然后种了这个木棉的话，这好像是木棉花哦，应该是木棉花。那个有一首歌叫《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》哦，这个就是红红的花啊，哦。有没有红红的花？红红的花，哦，这叫木棉哦。这个。不错了哈，这个地方凉凉的，然后又有这个，小桌子，你看它这个很有创意哦，很有创意。然后它这个瓷砖就直接跟它切这么小，然后做成这样子哈，像这样子，很好。哦，然后整个都是田野。其实。还有养鹅的人家还是养鸭人家哦，那个鹅生鸭生满满哦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再看这边哦，那个是哦，你看哦，他还有刻意这边还有跟你做那个哦，有没有种了好多好多的绿化的东西，绿化啊，哦，绿化。然后，哇，这个是已经才掉了树，它载的满车哈，做了绿化的那个行动，绿化，哇，然后呢？这边有那个厕所哦，内挤的话可以来这边上厕所，但是好像锁掉一个，它本来是两个，锁掉一个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地方有趣啊哦。这真的是纯乡下哈，纯乡下，我们跟他记录一下哈。然后刚刚那里有一个土地庙啊，这里又有一个土地庙，哦啊，两个很近哦，好，两个很近，哦，啊，福德寺啊，福德寺，啊，哦，这土地庙，福德寺，然后风景。算是乡下地方来讲，这个也不错啦，然后又开了一个歌友会，哦，这是爱唱歌的人有没有会来啊？然后，哦，越南杂货店，哦，他在广告他的那个啊歌友会简餐，哦，他要卖那个简餐名茶，哇，哦，简餐名茶歌友会。下午4点，晚上9点哈，这只做了5个小时而已。歌友会，对啊，哦，原来这个里面还有那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哦，这个真是秘境哈，秘境，好像雕像哦，那只狗，哦，歌友会啦哈，歌友会，然后这个是秘境，
那有空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来找啊，那一大堆的那个农机，哦，那有空的话，大家来找，哦，歌友会。哦，这个真的是也不好找了哈，因为你不知道路的话，他真的找不到哈。然后你看，哦，农机，哎，这地方有趣哦哈，这地方有趣。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快速道路，哦，快速道路，哦，很广阔的哈，很广阔，快速道路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啊，有空的话自己来找啊，啊，有空自己来找，就是可以稍微小小休息一下，然后真的很内急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厕所这样子哈，啊，就是有经过这边的话哈，想休息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哈。好，节目真的到这边结束了，好，拜拜。